先给爸爸妈妈感谢养育之恩，请爸爸妈妈身体要保重。谢谢爸爸妈妈，请你们放心把女儿交给我，再来剩下的100多，永远都是由我来照顾她的，请你们好好放心。祝你们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，相爱到永远。我祝福大哥年年好，永结同心，百年好。大家鼓掌哦。他不会。来跟爸爸抱一下。那个爸爸把那个新娘子的手交在那个新郎官的手上。以后就拜托你们，好，一定好好的照顾，谢谢。那你也要事业跟什么一切都要完好。那个妈妈，我们可以。啊，李哲，大家鼓掌。甜蜜的互相看着，嘿。新郎官可以说笑话逗新娘子啊，可以吗？你这样挑逗新娘子。阿走。好，泼水，爸爸泼水，嘿。